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国银行杯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半决赛。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陈思思，跟我一起解说的是李桂荣李老师。李老师好。思思好，观众朋友们好。现在场上是周宇对战梁靖昆。好，双方比赛马上开始。漂亮，你看男子运动员的比赛的节奏性啊就很激烈，对，而且他们就不像说刚才进行的女子半决赛，可能说他们用使暗劲儿，但是男子这边不是，上来一开始的速度和节奏都是特别的，已经特别快，质量很高，对，漂亮。你会觉得一下子转换不过来，就是看了丁宁和武阳的那种很柔的这打球以后呢，突然梁靖昆和周宇上来就觉得哎呦太简单粗暴了。对，其实现在两个人打球还没对上点儿，所以节奏特别少，但是梁靖昆也是一改常态啊，他平时都是特别稳，在中后段才开始发力，但是他刚才第三个球已经开始，你看现在高质量进攻，漂亮啊。周宇这是反手为攻啊，刚才梁靖昆的质量好像虽然在进攻，但是质量没有全力的进攻。遇到周宇这样子打球特别速度快的对手的时候，梁靖昆也会调整。
漂亮，邹宇的速度是真的很快。对，我看梁静坤现在需要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反击，想办法把周宇的节奏压到他的节奏里。是，看梁静坤也喊起来了，3-5。6-3。漂亮！这样梁静坤这样的进攻，周宇的速度就打不出来。嗯。先别想赢不赢吧，先把对方的节奏拉下来，因为他如果在周宇在他这个快节奏里打顺手了之后，梁静坤这边很困难，很吃力。哎，比分在逐渐的拉近，对，5-6。漂亮，而且梁静坤这两个拉球都不是前冲的球，是很转的那种球，所以没什么力量。嗯，这也是速度又快又转。对，也是调整。嗯，就是调整，想办法去抑制周宇的这个节奏。是，6-6。这两个人现在都是死死的守在自己的节奏里，就看谁能把谁拉过去。是，哦，漂亮，梁静坤吃了这个花球，太高了啊，太高。这也是一个好的变化，就是从这个落点和旋转上。对，漂亮，对方更快呀。对，9-7。漂亮，嗯。就是梁静坤有这个能力控制节奏，就是看他自己怎么能尽快的让对方，嗯，到了自己的节奏里。而且梁静坤为了拉节奏，他打完球之后就往后撤。嗯、对。哎，漂亮！你看刚才邹宇的这个动作也是个非常规动作，就是个很小的往上带的动作，嗯、直接打击打球。这样那个节奏，球的节奏就会更快。是，所以现在有一点，多少有一点梁静坤被打的有点类似于反应不过来。嗯，因为节奏跟不上，他判断出来球，但就是跟不上。对啊。嗯，如果第一局发现了这个问题，能尽快的调整过来的话，后面的球还是好打。嗯，
哎，漂亮，十比十。梁金坤是在八比十落后的情况下追平比赛。对。觉得邹宇应该还是一个发球，一个快速的抢攻。对，这就是他的风格。对。梁靖昆试图呢要劈一个长球来顶住周宇，就不能让他那么顺手的打快球。是的，但这球呢又失误了。对，这思路是很好的。嗯，那么到自己发球的时候怎么样来控制呢？哇，漂亮，先下手为强。是的，他现在后面那几个球之后，周瑜打的其实不那么顺，虽然他有领先，但是不像开局打的那么顺啊，节奏那么好。对，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局一直是周宇保持着这个微弱的领先优势，十比八，总是大胖在追呀、啊、追，十二比十一都是周宇领先。嗯。漂亮，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绝不会放过呀。梁靖昆一定要处理好这接发球。嗯，上一轮是接的太高了。哎，投发球，十二比十二。第一局就打到了十二比十二。嗯。啊，漂亮，哇，好漂亮呀。是的，邹宇第一板防的质量特别高。是，好，这是这局达到了十比十之后，梁靖昆第一次领先，第一次领先，对自己还有发球权。啊，这样梁靖昆十四比十二，一局获胜。对，
第二局比赛开始。在上一局啊，开局的时候，周宇主要掌控了节奏，但是后半段就被梁靖昆破解掉了。对，所以如果周宇现在调整不回来，不能把节奏拉回来，梁靖昆会越打越顺。是。两位都是国乒名将，他们的对决呢特别精彩。梁靖昆这把这个手质量很高。你看梁靖昆这正手很扎实。对，现在得想办法把这个节奏调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刚刚他的变线变得很好，对，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来抑制梁靖昆的这个进攻。是的，哎，漂亮。哎，这个反手就好了。现在周宇是需要再需要一个到两个这样的球来抢那个节奏。对，第六。梁靖昆刚才这把失误绝对给了周宇很大的一个希望，对，信心。漂亮，6-6。6-6。7-7。好，周宇想办法咬住，咬到9-9，当然能领先更好。
哎，果然啊，八比七。你看现在大胖已经，他的节奏就有点乱了，已经不像开局的时候打的那么顺了。对呀、啊，就有的时候运动员他一打顺了之后，真是怎么打怎么有。还是强行用正手来扳回，对。漂亮，漂亮，哇！哇在正手对拉当中，梁静坤的正手还是占了上风。是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梁静坤他已经那么低的落点还可以加力的反攻回来。对，就得变现呀。是的是的，其实上一个球也是的，上一个球也是周宇在反手位变直线，但是那个角度太大才出界的，上台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得分的。已经进入到了周宇的节奏，所以比赛场上啊，这是瞬息万变。周宇发球，好，周宇发球，机会，漂亮啊！你想捡梁静坤的失误还是？不要考虑这个事情，这正手确实让人放心呀。对，现在双方又达到了十比十平。漂亮。其实现在两个人都不在自己节奏里，都在做出这个相应的调整，既要控制对方，对，又要加强自己的进攻质量。梁静坤连下两成呀。是的，现在是二比零领先。
三局比赛，周宇发球，0-0。第三局，周宇发球。哦，漂亮！这把反球太漂亮了。周宇连连失误呀。所以看得出这梁靖昆还是更稳定，大家都不是自己的节奏，但是梁靖昆的失误要少得多。对，哎，好球。两个人都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手上差了一点点。周宇一定要想办法在这局里边先咬住比分吧，然后把这局扳下来，不然3-0落后，大胖会越打越顺手，越打越连追两分。哇，4-5，周宇在连续追分，再不追就来不及了。漂亮，总是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正手。对，而且梁靖昆也是技术真的是很全面。对，所以他们就可以，你技术全面的运动员就可以随意的组合，我想用正手用正手，想用反手用反手，我步伐也快，而且我还在不断的变化。对，让你摸不着头脑。哎，对，这两个落点打得很合理。是的，这上步调打呢，这球会有点转。是的，两分之差的话，周宇还是很有机会追平的。6-7。
比分追平，7-7。哦呀！周瑜已经连得三分了，刚才是5-7落后。看看梁靖昆发球怎么样遏制这种连续失分的势头。对。还是哎呦，正手变中路显然变得没那么合理。对，连续两个都是按他的水平应该上的球，所以现在周宇反而是领先。刚才这是连得四分，9-7，漂亮。漂亮，哎呀，用反手来对方对付对方的正手还是不如自己的正手那么舒服，但是周宇一直压到他的反手来。有的时候也是，这是心理战。你也觉得我打两个反手该变线，我就不变。漂亮，周宇叫了一个暂停。这一板呢彻底打乱了周宇这种刚刚的模式。对，9-10。好，9-10。现在周宇叫了个暂停，暂停回来。哇！10-10平。是的，看来刚才这个暂停作用不大。周宇叫的暂停，但是梁靖昆得分。对，依旧得分。嗯。最后觉得梁靖昆的特点就是特别稳，哎，是你除非把他打乱他是没什么办法，你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么强烈强势的进攻的话他还是很稳的。漂亮，哇，第一次听到梁靖昆发出这种这算是怒吼或者是这种吼叫的声音。对，我已经闷了很久了。对，10-8落后。嗯，现在是11-10领先。嗯。啊！叫梁靖昆在周宇的暂停之后啊，啊还是连得三 分，对，拿下了第三局的比赛。是。
比赛，杨景坤发球，0-0。好，现在是男子半决赛的比赛，由周宇对战梁靖昆。前三局呢是梁靖昆直落三局啊，3-0领先。气势如虹呀！对，我觉得你是让梁靖昆火力全开的这种左右进攻，嗯，基本上谁都招架不住。对，哎，漂亮。哇，发球直接得分，2-1。1-3。这一轮梁靖昆直接吃了两个发球。对。还了一个，2-3。在之前的两局，就是第一局之后，嗯，梁靖昆的这个发球就是逆旋转，然后直接进攻，得了好几分。这还是很戏剧的、啊，嗯，一人吃了两个发球，现在3-3。现在，因为周宇知道，要是按常规接过去以后呢，梁靖昆就是正手一板，对，所以他现在也是试图做一个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呢又付出了代价，就直接吃了。是的，用反手接，然后还是转换到正手的模式来解决问题。嗯、梁靖昆现在连得三分了。嗯。现在我们看到周宇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哇，我总是觉得周宇这球的质量差了一点儿，他那个落点是，其实要是再往后再打到梁靖昆的那个反手的那个斜角再开一点会好一些。嗯，哎呦，吃球了。周宇所有的回球都在梁靖昆的射程之内。对，而且刚才周宇接这个球，梁靖昆周宇的这个吃球吧，我心里是颤两下、嗯、第一他截高，我觉得他要被打了。对，然后梁靖昆这么高质量的进攻，心里又颤了一下。对啊，4-6。嗯，还是咬住比分吧、嗯、这块如果比分差距拉到3-4的话，基本就没有悬念了。嗯，哦，运气球擦边啊，没有出界了，出界了、嗯、啊，好，出界，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是，漂亮、啊、周宇也在加强回球质量。是的，这两板防守、嗯、反手防的是真的很，所以说梁靖昆呢不能大意，就是虽然是三局在手，而且自己的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还要是防对方开始搏杀了，对，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嗯，把对手逼到这墙角的时候，他就会完全展开搏杀模式。哇，
廖靖昆特别主动，对，是的，就是想急于把这个比赛呢直落四局。对，而且你看刚才周宇在梁靖昆捡球的时候，也是一直自己在跟自己去有一些懊悔的球，其实有可能接得上，但是真的蛮遗憾的。6-8，啊。大胖完全爆发了以后，对，这个太恐怖了，这个现在是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对，而且现在是周瑜已经叫过暂停了，不能再叫暂停了。对，佳丽也得分，佳丽也得分，所以梁靖昆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对，而且是领先四分，10-6，这没有悬念了，对。哎，在邹宇大比分落后，反而放开了，哦。随着这个球的落地，梁靖昆4-0战胜周瑜，对，也就晋级了